睡了一觉，继续出发。这次自己加的难度。又来到昨天喝咖啡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我来过无数次了，每次去加东都要在这喝杯咖啡。不是因为小姑娘长得漂亮，是因为咖啡好喝。越快到加都，空气质量越不好，扬尘比较多。真简单啊，这塌方了，就拿木头板给撑一下。这尼泊尔的心是真大。一家中国人开的宾馆，开这房间太少女了，还好有空调，有阳台，就是这个床品，晚上怎么睡？我自己一个人。老高天天做肉，吃点素。在这边吃完，去个好地方玩一下。你说 OK， 挨个。会外语就是好啊。OK， 远、okay. 山大兄弟。最近还 go to airport 哦。嗯。